成分的温和度与洗净力之间通常只能二选一。然而 Naplas 所推出的 InPrime 增量洗发精却能兼顾两者，它不仅于成分评价获得 4.5 分的好成绩，在洗净力上也拿下4分，成为前五名商品中清洁力最高的款式。人工皮脂接触 InPrime 的稀释液数秒内便开始溶解与剥离，去污力有目共睹。配方以月桂烯蚕丝氨基酸钾作为清洁主力，搭配羊毛由来的月桂基二甲基丙基水解角蛋白以及胶原蛋白 BGE 等多元丰富的保湿成分，并含有多种滋养头皮的植物萃取，保养效果值得期待。洗后发丝摸起来水润滑顺，并且服帖好梳理，适合追求直顺发丝的读者。除了水溶性胶原蛋白、第二型神经酰胺、玻尿酸钠等常见的保湿成分之外，爱诗缇洗发精还添加抗氧化的明星成分虾红素，能给予头发充分的保湿与滋养。另外，配方也以更温和、分子更小的油性成分取代西林，替头发的表层包覆薄膜，不但发丝滑顺度获得5分评价，成分温和度也高达 4.5 分。也由于配方中无西林，在将泡沫从发丝上冲洗后不会有油滑感，而是比较接近头发原本略有摩擦的触感，吹干后发丝不毛躁又飘逸，再加上起泡力佳、洗净力温和等优点，非常值得一试。配方以沙龙及洗净成分捏油烯基水解角蛋白为清洁主力，搭配辅酶 Q10、 玻尿酸、橄榄果油等专柜级的保湿修补因子，除了能由外而内呵护毛发，亦能保养头皮并替秀发带来弹韧丰盈。在玻片浸泡实验中，能确实使人工皮脂溶解剥离，只需搭配手搓便能完全去除顽垢，清洁力强弱恰到好处。配方中含有西林，能抚平严重的毛躁并避免纠缠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洗后发丝意外蓬松飘逸，没有一般西林配方常见的发型扁塌现象。此外，洗后发丝能带有玫瑰清香，并提升染色的持久度。若是有皮屑或是敏感问题，成野医生的 Asmo X 会是不错的抗老去屑配方。成分中添加抗菌抗霉杀菌剂花醇，以及有助安抚肌肤的甘草酸钾。此外，配方中的章芽菜萃取则有滋养毛囊、头皮的效果，可替发丝打造更好的生长环境。主要洗净成分为温和的氨基酸系，清洁力适中，又有止痒去屑的效果，再加上起泡速度快且泡沫质地柔软，容易服贴发丝，成分评价、使用感均获得高分，尤其适合头皮出油量多、容易产生头皮屑的发况。五十会洗发精正如其品牌名称，结合数十种取自大自然的滋养精华，例如神经酰胺、水解胶原蛋白、植物油、植物萃取等，以丰富的配方包办保湿、修补、润泽等工作，搭配甜菜碱洗净剂，清洗感受舒适，且洗后能感受到发丝具有自然的蓬松感，外观上也有不错的水嫩感。清洗头皮时还能闻到温润淡雅的草本香气，气味的层次丰富，但又不会让人烦腻，再加上泡沫的润滑度十足，也让评比员留下好印象。由日本知名发皮 Nangafe 所推出的女性专用系列，采用以玫瑰为主题之香氛，微甜的花香受到评比员的一致好评。另以高比例的豆奶发酵液取代清水，调和时数种植物萃取，以及比罗克酮乙醇胺盐、甘草酸钾等药用成分，保湿滋养之外，还能替头皮抗屑，舒缓敏感不适，适合头皮容易瘙痒、有皮屑的问题读者。洗发精的起泡力中等，泡沫质地细致且柔软，于在玻片实验中虽然能快速包覆头皮发丝溶解油污，但是仍需要较多的搓揉次数与力道才能洗净，油性发质需视情况调整洗发次数。
洗净主力是以硫酸系的 sludge 搭配甜菜碱系，前者提供强效的油污溶解力，而后者则能缓冲前者的强度，同时让洗发精的起泡力、泡沫质感均有所提升。于去渍实验中， Clear 净的稀释也能够充分溶解人工皮脂并使之剥落，清洁效果让人信心十足。稍微可惜的是，实际试洗后发丝的蓬松度并不明显，但能感受到强韧度提升。虽然活化发丝外观的效果越差，但是润滑力、去油力均有高水准，可用于清洗油性发质或是沾有造型液之发丝。评比员表示，清洗时能感受到润泽感，但搓洗过程中又不会太过滑腻，将泡沫洗净并吹干后，发丝摸起来干爽飘逸。只可惜成分中虽然含有多种植物油，抚平发丝表面的效果仍然不及许多有西林的配方，不仅冲完水当下有干涩感，以梳子梳理时亦有明显的卡顿感。采用甜菜碱与氨基酸系等两种洗净剂，但是起泡效果却没有特别好，其泡沫颗粒大且起泡量低，容易冲洗但也容易消泡。另需注意香气较独特，部分读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。不过官网也标榜添加橘子油，洗头同时能温和去角质，当做偶尔一次的深层保养或许不错。以米糠壳脂取代常见的神经酰胺，这种保湿成分具有两性基，可与水性或油性的物质相溶，因此具有良好的吸收率，能深入发丝、头皮给予滋润。含有的薰衣草油、柑橘精油等多种天然植物精油，香气自然好玩之外，洗后发丝滋润滑顺，保养满足感高。虽然洗净力仅获得 2.5 分评价，但还是有溶解油脂、使油脂脱离表面的效果，并且起泡速度快，起泡量大，使用感还算不错。唯需注意洗后滑溜感明显，容易有没冲净泡沫的错觉。这款洗发精起泡速度快且泡沫质地柔软，能快速散布于大面积发丝进行清洁保养。洗净并吹干发丝后，能感受到发根到发尖明显挺立蓬松，同时发丝又保有柔软滑顺的触感，容易打理做造型，整体使用感甚至胜过许多高名次商品。虽然成分评价仅获得 3.8 分，但低分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丰富的保湿修补成分，因此大部分的发质都可安心使用。不过干燥发质的人洗后容易有干涩感，需另外使用护发素加强润丝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